记得订阅三立华视以及三立电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里面会有预告还有精华片段在里面哦。道歉的、啊，哇，嘴巴还怪杯子血啊，痛不痛啊？你怎么没有叫你这个新的女朋友赶快送你去急诊呢、啊？看鼻梁断了没？还是原本进水脑袋被我刚那个杀球打到喷出来？我跟 Maggie 已经分手了。对，被抓到劈腿才分手，还真理直气壮。哦，杜明山，你有完没完、啊？你只教训这件事啊？我说结束才结束。Maggie， 你让你朋友这样恶整我，是不是因为你还舍不得跟我分手？啊？陈大在大烂人，怎么还要脸讲这种话、啊？不要脸，算了。神经病！我告诉你哦，劈腿报应你们还没有结束。哈哈。还笑得出来，大烂人！你们到底要我看什么？还特别跑来顶楼？大快人心的事。嗯，听口令，拉绳子。拉好哦。预备备，一、二。等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啊？是风声吧？哎，管他的。来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拉！这个呢是我们精心为你准备的，希望你的心情可以好一点。谢谢你们。好。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该不会是有人吧？哎，好像是。啊？怎么可能会有人啊？有人伸出手了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都准备不了，我没有把人绑进去啊！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对了 ，Maggie， 陈大在看起来应该真的是没事啦。我猜，说不定是学校其他人也看不惯陈大在。哦，一定是这样啊，一定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哎呦，看来讨厌陈大在其实也不止我们啦。陈大在，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。
可救我！我杀啊！你看他们讯息了吗？我刚才关机了。关机？哎，他们收到新号码到底在哪？1501。怎么办？他们来了啦！你先不要担心，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好姐妹她们一定会祝福你的。走，你去接他们。新娘怎么是这里啦 ？Maggie， 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来了。Maggie， 哪有人婚礼当天11:30才通知的啦？对呀、啊，我假都还没请就跑来了。Maggie， 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、啊？结婚都不讲了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啊，你到底嫁给谁？陈大在。我的声音。群里对面那个女生真的没有看过吗？没想到十一的笔记本居然会落在我手上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7月15日晚上8点，我的青春没在怕。One Boy 冰风衣。